就放假了，是的。放假了，嗯，放假了弄的。落小兵了，我也想去落儿，我小哨兵了一样。小哨兵。就我小兵嘛，捡点东西，那个捡点什么，带一套火腿。啊，今儿有不能？啊？肉夹馍吧。肉夹馍，啊。我还说，嗯，弄菜条儿。哎，这个配上这个小兵就不好了。怎么煮的这样？下头人不敢上街，你天着牛炸一个，表炸一个，我天着给你点炸。做那个做开都一样啊，是的呗。你这茶会儿多少钱？多茶会儿嘞？这个茶一顿多少钱？五毛。茶一顿五毛？千毛？千毛？哎，你瞧这个茶，这黄花绿叶儿，一个鸡蛋还两半儿。咱这个锅供，就咱这个锅吧，偏咱意思是这个锅，供什么头的？这不是一个小大锅。要供这个，供这个大头就行。啊，俺就可得可瞅瞅这个你这菜，俺就不跟你都一样啊。你为了晓得俺这个瞅瞅吃的。我跟你咋聊一样？咋聊就是还没有这个什么了，就是馒头多哈。要有的吃的吧，还以为是吃了肚子道理嘞。咱都是这样，就咱觉着这边你姐姐也是这个，你也是，我也是。你瞧你爷爷我二年，你就一天一天不喝水，你就没有吃过黑，你就不吃黑啊。你去那儿来弄的小腿儿啊？弄的小腿儿去那儿来？我说去倒饭了呢。哦，给各位倒饭来。嗯。你也是哪哈这个天？呀，秋河那也不热的，咱这上面就热。不热，不热，俺也是天。嗯。秋河那不热。咱这做出来凉的嘛，你不老烧的这个饭。咱这路面的日子，我们家的就是狗面嘛，吃吧，吃不了。你那个这叫有卖的，卖不想吃，我就介绍咱吃呀。咱吃了，不想吃我吃，我就不想吃那狗面。我们炒路面那吃了，你回头俺也不老吃狗面。哎呀，俺都是吃面的。我也是吃面多。我一直吃面了，我干了就一直干病吃。多的是有吗？笑笑。嗯。咱是一就一来要背的油嘞。哎。每天要背的油嘞。哎。这是俺姐姐上哪买回来这个？你姐姐买了上两个袋子，和我一个袋瓶这个红油多。姐，咱接着晚上吃一本就行，也吃不了这些啊。你说这个养表里个夹着本？嗯。啊，我可不用多少，嗯，欠俺一本就行，嗯，欠一个字就行，嗯，欠一个字，洗一个字，这儿不上，就这儿不上，本儿。主要这个小南瓜，这个实在是要天下小雨，这个秧子能结两个吗？就这个就，你活都不结了。就是供那米头吧，就是你这哈意思说，你这茶米了这么舍不得吃米，但是冬天吃米多。啊，夜天是不愿意喝吧？夜天滚到面条多吧？滚面条你非得滚到细了才好。你这啥？我是滚到面条的，弄这个什么些家伙个嘞？油夹馍。油夹馍啊！哎，当时面就不会是吧？别夹馍，别夹馍，别夹油。啊，别夹油。不好变的呢？没有不嘞。不嘞。滚到面条怎么真会弄啊？哎，吃里的去了，算搁里的吧，可多的了，黄里的。黄了？嗯，黄里的好吃，你知不着？啊，就够了吧。又发的很了吗？这个面，这个天你八个钟头就发了，咱又发了时间长了啊。就是这个饺子儿来是怎么的？这菜不知道啊？咋不知道？你要整二百年，我铜锅还是肉夹馍，你的你是放刺儿的啊？我觉得料这么口住行吗？料不行，就擀成面上倒成切开也行。啊，我家呢有一个呢也是那么切的吧？啊，这么省劲这么来吧？咋？就这样吧。嗯，咋不会弄呢？我他说好的了个。啊。这个方方面这么比是面好吃呢，把这个好吃，把它炒下等等的，就整点小皮就行。行，这个还不行嘞，这个冰点油，是油加点油，吃个冰点油。好说不好说这个吧？哟，好说吗？好吃一个，这个还不好吃嘞，这什么？嗯，我记得我捏这个弄了一回，我是长了四面，把这个冰的最后是呕的，就是吃弄硬壳壳的，想哪吃呀？香个烧饼叶啊，那么去买了1块钱一个。这个小烧饼吧也跟卖的不一样啊，嗯，不嘞，做不也不好看。这儿吧，咱10块钱。
就让这小锅炒嘞。啊，这样炒炒酱这个啊就香回身了。就这个样子吧。行。你要真的不行，要通过肉夹馍，你说啊，一扒开，一吃嘞是烤的嘞。加给你小水加上这个，确实是有蜜汁，做的蜜汁。那些家伙，你拆一个，拆一个，你拆一个吗？你下吃了这个，那些家伙，那是养你的，你吃了这个是？你吃了，吃了吗？吃了，你这就不能吃了。你瞧多少头，办了那些还？这个炫的，这个卖个这个5块钱这个。这样炒的这个，这下单也不知道什么味儿。就干了以后肯定好吃吧？也。我先尝尝，行。不来啊？不来不来。那下单吧，你不来不来，不好意思哈。不是你这个你长得真的都是你长得也有了。我凉水里头定了吧。哦。不是我早上自从我这个不肯烧了。这个烧饼你看比馒头好吧？你只看一个还是馒头个？你就是长得加多了吧？是怎么？我面硬磕磕的。那烧饼。还得光吃了吃里头火头给我晒一条。我先吃炸烧饼，烫里的。这个不来吧？这个你。加的油了你，加的油了你，好东西嘛，哟，这个巧，主要这个油这个确实好吃。卷儿油肯定好吃吧？那个发面弄的好，发面就比四面好吃。四面肯定没有这个好。这个香腾腾的。嗯嗯，这好吃，这个比啥一条好吃吧？你说的。跟那不一样，我卷儿啥一条也不来。啥一条就得不来。啥一条卷儿如果是，俺手肉更加的我。